人呢，务实一点，是不是？隐隐淡淡，是不是？美，那是叫做美了，是不是？就像你洒香水一样，你洒香水洒得太浓，人家在你旁边受不了的。像以前我们同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那个学生时代没经常擦香水怎么样？那老外擦香水，尤其有些老墨，哎呦，擦的熏死你！我跟你讲，香水香吗？擦起来过头变臭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过了那个变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只有在众人面前歌颂、赞扬天地好的份，没有在那边炫耀自己的份。为什么？天地比我们大，天地是我们的父母，不赞扬父母，在那赞扬谁？是不是？想通了你就懂。你说你还是没想通，明天又来了，朋友一群开同学会，是不是？就炫耀了。哎呀，你看我现在命多好，我在超马世界里面，你看我命多好，我早上睡觉都不用闹钟，睡到12点起来，根本不用上班，钱自己来。明天又被人家敲诈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导师，你看我被敲诈了，我也没怎么样，就是在同学会里面说超马好，让我睡到这个中午起床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在选超马。哎，谁让你选这种东西？是不是脑袋啊？你想不懂的人，这么乱写一通，说这个惹来杀身之祸。说导师，你不知道我们选超马吗？哎，你要点选择吧，口不要没遮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。所以刹那间给自己的福分啊，给自己未来出路都堵死了，都还不知道，还在那边选超马。我现在这样讲，你懂不懂我意思？取舍之间，要懂吧？是不是？你可以说无限天地的好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说，这会儿已经比啊，那个郭台铭还有钱，你绝对会招来杀身之祸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讲天地的好，你可以各种可能性的讲法，是不是？就不要那么爱现啊，那么骚包、啊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觉得超马世界里面有少数的人有那么骚包，天天说自己，不得了，赚到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人家在旁边听了都不舒服，有没有？过头了就不好，淡淡的 OK， 是不是？记得原则，你去渡人也一样。你讲那么好，那么过头了，那个人不一定要相信，对不对？你讲淡淡的啊、哦，就是说，在他相信的可能性的力道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他看着你的穿着，他也会相信。哦，的确，你真的脱胎换骨，是不是？不要已经穿着已经。已经会说话了，是不是？到时候说我发了，是不是？说的还不过头，还觉得味道还不够。你看我发了，就把钱包拿出来。你看我发了，你需要这样干嘛？你不需要。那你为什么那样干？所以这有时候也是拿捏，是不是？人群之间呢，大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对吧？取舍间不但是要顾着自己，要顾着别人，